者罗志鹏台南报道，中职季后挑战赛今天开打，中信兄弟新秀岳东华只在例行赛打一打席，便列入季后赛首战先发第九棒三垒手。总教练史奈德说，这一阵子岳东华随队表现和态度都很好，对他有信心，决定给他机会。季后挑战赛首战在台南开打，没想到这是岳东华棒球生涯首次进台南打球。他说，这球场感觉很好，心情紧张又亢奋，我准备好了，就尽力去表现，不要有太大压力。今天赛前中信兄弟在休息室开会，岳东华透露，教练团希望选手放轻松打，享受比赛。季后赛兄弟28人名单阵容年轻化，石总表示，过去他在美国独立联盟带队5年，球员也很年轻。这几天兄弟安排2场队内分组对抗赛，表现很好，他满意这样的成果，并强调，年龄不是最主要考量，最重要的是选手态度和自信心。石总强调，过去3年球队也有不少选手有冠军赛经验，希望这一批老将能帮助年轻选手在场上有状况，能带领他们一起克服。岳东华，资料照，记者林正坤社。